好的，这一场呢，我们来玩一个他们的一个射手哦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越看觉得这些角色真的蛮精美的。那我们这支射手，我们看他的这个被动是怎么样？被动就是命中敌方5秒持续，对不对？我其实看不太懂。反正他一技能就是5秒内可以增加自己攻速 25%， 那他一等级上限一直上去。然后二技能就是一个扇形的一个缓速效果吧。然后大招攻击加30 10秒内射程变远哦，一个特尔纳斯的感觉。这边的话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我的这边只加攻速哦。被认出来了，被认出来了，开心。这个人啊，我们马上加攻速敲他好不好？我们直接敲死他，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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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。拿了一个 first blood， 这边一个扇形进攻。这个你死，你死，你死，你死。我们开启一个疾走，好不好？开一个疾走，这样追着他打，追着他打，死 ，bye， nice。我们射手啊，前期拿到优势啊，就很猛的，好不好？射手拿到优势是可以的。刚刚有人跟我们打招呼的，来一个安安，安安，打个安安，安安，安安。我们这个小胖胖，我们开启加速，对他开大啊，开二技。这边随时注意一下，还是要注意一下对方的资源。这边有一个人啊，我们直接开一个这是什么？对，我们开启一他这个技能好像蛮猛的。我们先开启一个这个加速攻击，但是我们没有急走，不然我们就把他打死啊。还是要推，刚刚可以看到对方的女忍者来支援，我们稍微的，你们看这个传送门直接过来帮我们一波啊，帮助我们屌打对方啊。我的射程现在可以增加，如果他要硬打的话，射手其实在这版本不是这版本，这游戏好像也是可以玩，蛮不错的。我们队友想要硬杀哦，我是觉得慢慢清兵线，然后靠近塔啊，这边开个远程射击，射掉了对方。凶哦，哇，这蝴蝶飞飞啊，这才叫克里希啊！我看到一坨蝴蝶啊，好猛哦！我们下路队友遇到麻烦了，我们赶快过来，赶紧的过来帮忙。不对不对，没有回城。我们上路好像爆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像也是他丢那个技能之后，他可以顺过来这边了。我们这边就追着他屌打，好吧？我们追着他屌打，死！掰！这没死啊？人呢？没死，死了。还要死了。这边看到一个人准备靠近我们，开启远程攻击，然后开二技加速。在这边的话，先拉掉。垮克！他们有个垮克哦，这一版的垮克，先拉掉吧。回城雷魔。我们刚选什么？我们刚选白天经济会经验会 double 的，就一直很想要我们第一名的那个，就用那只忍者，因为我之前有录，但是档案团不见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强，在这版本，在这个游戏那只好像是一个 boss 啊，超猛，他输出超强。我们这里蹲草，夸克抓住我们的人了，我们先开启一技。能打屌打，不，我会死，一个被围殴，笑死我，全队都没坦克。对方一个二连杀哦，有点凶哦。有人被抓走了，开启一个大招远距离进攻，这蒙多医生，这个夸克把我们的人打得四不像啊。我们的队友要过去上了，这么多医生可能会抓我们，先绕一下。他要上了，他被抓走了。这边的话看一下，好，这边开启。原来是有帮手来着，有帮手啊，我们得走了。不行，不能打，别打，好不好？别打，我们算了，给对方一点这个活命的机会啊。先吃吃野怪，先农经济，好不好？这个游戏也是要农经济的，慢慢农，稳农。把经济给弄起来，加速。其实他很直白，你看他一技就写加速。上路跟我一样是一个镜像角色，我们去找他麻烦。这个书他是会飞过来是吗？我们看他能不能一起抓他。看是抓掉了，
那就不用我们的帮忙了。我们现在可能要回到中路去了，集合啊！我们中路要爆了，兄弟们、兄弟姐妹们，集合！哎、欸，这一个抓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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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他！我们这边先把这波兵线给整理一下。哎哎哎，好像被打，好像被打。哦，这是个牵狗链的概念呐、啊，牵狗链。有点缓了，我们下塔爆了，下塔爆了，把下路这兵线给吃一吃啊、哦！其实我买了什么装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应该买个吸血装吧。然后奥义在哪？我也还没发现，好像这个游戏还没有奥义，没奥义就要纯凭技术哦。那我们这边，哎，他跑掉了，我们看到一个蒙多医生在那边哦。那这边的话，先开启一个二技。那这个蒙多医生，我们打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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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血量好残啊！哎，开一个急走，帮助队友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这边我不应该过来的、哦。看一下中路，这个得帮忙了，得帮忙哦。哇，这边队友都嗝屁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有没有人帮啊？帮个好不好？帮个，一起杀，一起杀。有福同享啊！这边先拉掉，我们先吃野怪补血。好、啊，队友可能需要帮忙，过来帮忙。开启远程射击，二技近距离爆发，收头。拉掉吃野怪，浓金是什么？是小兵进塔哦。那、啊、这游戏其实有一个补兵推塔的按钮啦，你可以去尝试一下。这边偷吃野怪啊，偷吃野怪不揪的、啊。我们先吃点野怪啊，浓一下经济，并且把血量吸回来。这夸克真的很优秀啊，不是我在讲，他真的很优秀啊。他把我牵住了，想也知道他后面一群队友啊，蛮不错，他战绩蛮不错。什么投降？投什么降？怎么可以投降？不到最后一刻，不能轻言放弃啊！有什么好投降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投降的？我们还是可以赢的、啊。等我们这伤害起来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弄，先不要跟他们计较，先弄。啊！那个忍者会杀了我啊！先拉掉。这边，哎、欸，他隐身了，那是一个隐身的忍者。蒙多医生，蒙多医生在这里。这个又是牵狗链哦，你看好猛哦，这个狗链牵的不要不要、啊，这比那一版的夸克还强哎，我说真的。夸克在这里啊，兄弟们，射你啊！收头，开急走收头，这边先推塔，好吧，先推塔。我们这边看一下状况，没有兵线，拉掉，撤退，清兵。什么清兵？友善哦，这台湾人开始在玩这游戏了。帮队友，救一波啊！他跑掉了，算了。整理兵线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整理兵线，我们先以清兵线为主，不要去参与会战哦。像这样，对方已经复活，我们得希望队友抠退哦，不能打，真的不能打。拜托，真的不要打，好不好？我们有理性、理智的玩这场游戏，不要打，拜托不要打。我把兵线推过去哦，逼他们去清兵线。这边我们来吃一下这野怪。什么？挂机啊！又有队友挂机啊！怎么可以挂机啊？别挂机啊！啊，好吧，我们就让他加入我们的。让他跟着我们一起玩吧。哎，就有个队友在哪里？啊，跑掉了，算了。亏我开启大招了。那他这个扩增范围其实蛮久了，那大招啊。哎，队友全军覆没了，死一片啊，全死光了。这蒙多医生不处理掉，这夸克不处理掉，有点烦哦。
哎，这夸克又想抓人了。啊，好吧，打他吧。哎呀，被牵狗链了，被牵狗链了，被牵狗链了。蒙多医生在哪？我们就往另一边去哦，好不好？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开启一个急行啊，近距离二招，收头。这边在抓他，他怎么变这样？这是他们这边的免疫是？这有点惨，这有点惨。哎，可以哦，可以收头哦。有时候其实我就不知道这技能到底是他的还是我们的。这边集体吃野怪，哎，吃野怪，清兵吃野怪。好了，兵线给我们队友去清了吧，我们去清下路兵线。哎，我们有队友在打这个、哦，打这个魔龙，应该是这一版的魔龙吧？速吃，速吃，吃掉。清兵线啊，农野，好，差不多该再去参加会战了。没办法，这夸克太凶了，这夸克真的很会啊。下路有队友遇难了，但那个人被杀掉了。那中这一边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先快速清兵线啊，我们先清兵线为主。夸克在下啊，我们夸克在下，我们就往另一边去啊。那这边开启大招，但是没抓到他。拿掉！哇，这一直追啊、哦，硬要追到我们，我一定要追到你是吧？哎，这蒙多医生又来了，啊，又被抓掉，又被牵狗链了，哇操！死！哇操！这打到家里来了，我们得想办法打出一个漂亮的反击哦。好吧，我们想办法打出一波反击，扭一下啊，不要让他抓我们，扭好慢，没道理的慢。我们想办法跟着队友一起来，我们在后面输出，抓这一只输出，好，输出他，输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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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急走，输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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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！嗯，对方忍者又来抓我们了。我们大招这次一定要放好 ，OK， 这边可以收头，收他哦，收他，收掉之后马上拉回。欸，那个时间，那看起来像时间魔术师的兄弟，清野清野，速度清野，速清野，快速清野，哇操，被抓了，哇！这个蹲点漂亮，兵线都能撞到家里来了。我们速速清兵啊！还是死了，还是被抓掉了。这克里希安然无恙的回来了。我们来抓他怎么样？一起抓他，开启大招，再加上一个二一技啊，这二技直接近距离秒掉他。要扣级了，我们要小心蒙多医生啊！啊，哎呀，对啊，哎，这好像可以打、哦。我们这边赶快支援，但队友全部死一片了。别啊别啊，兄弟！哎呦，好像可以哦。开启急走，走了，赶快吸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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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队友全死光啦！哇，这一局要输了，这一局要崩盘啦，这一局要崩盘啦！这夸克把我抓走，我就死啦！哎，我错了，我就在这里吧，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打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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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这子弹你们看好，飞出去这个子弹，你看好，帅。这只其实还不错啊，蛮好玩。MVP 好不好？又拿一个 MVP， 看他输出，
24%、哦。嗯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